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玩 SP 的 Farm 警察模组啦。然后呢，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做一般的巡逻的部分就好。对，就是因为拍了有点多集比较特别的东西啊，那很久没回来一般的巡逻。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待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吧。我们先接个案子，Available。Acknowledged. One, Lincoln OK，好，PT,起来吧。posted to patrol area. 我们就上我们的警车。我们警车在前面，就是这个维多利亚皇冠。对，然后怎么会有两个警察在那边走来走去？这样，算了，不管了。那我们就上街巡逻，看看待会会什么案件会等着我们发生吧。All units, a civilian requiring assistance in Little Seoul. OK 啊，我们接到一个案件，Units respond 这个 coming Docker 那应该是有人要试图这个招揽嘛，这样。委婉一点就是招揽，这样直接一点就是你们知道的，我想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没关系，我们到现场就知道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好吧，写他也没写详细内容是什么，反正应该试图招揽一些东西。那这样的话。执法记录也要先开起来，然后，先绕一下路好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要先绕一下路，然后警灯先关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人站在那边，知道啊？哇塞，这里交通有点复杂，还真的也是有人在那边呢。那我们就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在招揽吧。那就停在这里，不要打到交通为主。好。那我们就跟情况中心说，我们已经到场了，就静静的 Acknowledged. 看 One 着。Lincoln 18. Proceed with caution. 看一下有没有人要买这个东西啊？但这里交通这么复杂，会有人想要吗？有点误会他的意思，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上前去盘查？我上前去盘查看看到了，对吧、啊？不然，哦，还真是我们要上前去。我的天，哦，这个破土哦。OK，好。哦，是有人跟踪他、哦。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有人在跟踪我。你之前有这样的经验吗？有。那你现在在哪里？Suspect last seen in Little Seoul. 好。现在要去找他在这里。
OK，好，那来调查吧。10-4, copy that. OK，好的啊，这个看起来心机非常可疑啊。保险起见，叫个支援好了。Backup required in Little Seoul。祈祷这支援赶快过来。We copy you. On standby. 哎，是是是是是。我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吗？我是两个女的，我的天！OK， 好，干嘛？我们这里有女性，就说她被跟踪。哦，不可能是我啊。OK， 好，但是我们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说他是被跟踪，他是有跟踪别人，他也没有被，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被跟踪。Wait， 那我们先看他证件好了，因为你是有嫌疑的，对吧 ？Thanks， 有没有强制允许？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记录也是干净的。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平板，警用平板上面有没有他的记录。哦，还有罚款。这样有点难用哎，没关系，你现在已经是被敌听的状态。Attention all units, we are code 4. No further units required. 哦，他是叫我们逮捕他。哦，毕竟包含人都这样说了，对吧？然后待会搜身没问题，就叫那些同伴把你带回去吧。OK， 好，带走吧。没什么东西吧。You bastard！ 哦，哎，好，把这嫌犯带走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待会会有什么案件会发生吧。Code 4. Attention all units. Code 4. No additional support needed. Citizens reporting a 417 in the Spooky Canals. Okay, 好，我们知道有人有什么试图捡到武器之类的。Code 3. 好，我是不太确定。那就我们 Code 3前往。那我们就偶有 Code 3前往吧。OK， 好，我们非常快速的到达。对，然后应该试图有人试图持有武器啊，还是捡到武器之类的，走。OK， 好。跟他讲话吧。哎，你是报警人吗？我们看到有人持有武器在对面这条街。你怎什么时候看到的？大概五分钟前。OK， 好，我找到了，就待在屋子里面。OK， 好，注意你安全 ，Officer。好，开车走吧。
对。OK。OK。走吧。在干嘛？在干嘛？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东西？哦！别动！We are code 4. Suspect neutralized. No further units required. 哇塞！这是哦，支援！我靠，真猛哎！OK， 好，我先搜一下你的身体，然后叫救护车看一下你有没有救。Okay, 好，车上身上没有什么东西。We have an overdose civilian in Pillbox Hill. 救护车。Ambulance assistance required in Little Seoul. Copy dispatch. 然后拉个封锁线。来看一下他的武器。可以救护人去搞他吧。OK， 好，看一下他的枪支序列号。好，没有注册，非常好。来看一下他有没有救吧。OK， 哦，竟然还有救！我的天！We have a police transport requesting escort in the news building. OK， 他被送走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封锁线是可以撤掉了。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被送走的画面吧。那、啊、他们，哎、欸，还有救护车门什么时候被拆？什么时候被拆掉？然后、啊、你还直接撞上去，我挡在前面可以了吧 ？OK 啊，现在没门啊。OK 好，至少他还有救。啊，我们可以结束这个案件了。那。以上就是这集 SPDF 法啦，看起来有点短的，不过没办法，因为这破图的状况有点严重。对，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记得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喽，拜拜。